深渊十二层第三间推荐阵容，贪食逆夜龙山王怎么打瘫痪？打瘫痪需要用到火属性角色，这怪百万伏特就可以的，注意躲避一下伤害，除了伤害有点高，其他也没什么了，主要就是练度。下半雷国就可以。无处遁逃，不许动！有大家在身边，上！绳之以法，膜拜喷火，奥秘看破。哼，想不通就打脸了。无处遁逃。小武器，啊！冒险冒险，我来保护大家。开锅了开锅了！小怪出来了，先打有光圈的小怪。必要武力，最后通灵，刷起来吧！无力，断绝，无处遁逃。束手就擒，放下武器。